对公司我们的生活特别好，公司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宿舍，宿舍里有沙发、空调、衣柜、洗衣机、电视等家具，还有网络，我们的生活挺方便的。在公司我们有竞争食堂，我在公司上班后，我每个月给家里人寄钱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，我们吃的、煮的、用的、穿的比以前好多了。我们村里的好几个姐妹通过我的介绍也来到我们公司上班，我们都很珍惜现在的每一份工作，我们打算在这里继续干下去，外出务工时为了赚更多的钱，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跟境外那些人说的强迫劳动和被同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境外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公司，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，他们说的这些话都是瞎编的。他们就这样做，就是想砸掉我们的饭碗，毁掉我们的幸福生活，让我们没活干、没饭吃。他们的这种谣言非常的可耻、可恨。